哟，有新教练哦，来来来，熊教练，教练好，太好了啊，精神状态都很好啊，都很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哎，耶！今天啊，咱们要举办沙漏岛一年一度的海浪运动会。嗯，接下来就由我们的桑宇涵教练啊，带大家一起练习。综合格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咪咕上跑的形象大使桑桑。哎，那今天下午呢，会展示你们的格斗操的这种健身操，一共呢会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呢桑教练教大家基础动作，另一个部分呢需要大家自己设计和编排 ，X part。那我们就下午见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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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。我们要做一个行进间的热身。什么叫行进间热身呢？前面两位做一个演示啊，往前七步走，好，从你的两边跑到后边去，对，然后前面的走，这好像那个篮球员进场的样子哦。Yes，OK，好了，回归原来的位置，快回来。接下来我在这里教动作哈，然后你们就行进间往前走，多走多多做几次，然后我们再往后跑，小跑回来啊。You have to do like this。这音乐真对，你不这、like、就音乐这就是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小唐，小唐，提膝，抱膝向前走。腰背挺直，不许弯腰，你这给大众做错误的示范啊！好，向前走，然后跑回去，好酸啊！所有人移动起来，移动起来！你们俩是打头的哈，对，后侧柔韧性的练习哈。啊，对，啊，好酸啊！第三个动作，旋转胸椎，旋转。哎，我要把你们全身的关节灵活全部打开，肌肉弹性全部热开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爬行，跳过来，爬行，跳过来。啊？怎么爬？爬到斜板支撑，然后再跳跃啊。下一个动作，螃蟹走，螃蟹走，螃蟹不是横着走的吗？螃蟹不是应该这么走吗？接下来做一个协调性小丑跳，同手同脚吗？同手同脚就不是协调了。跳绕舞啊！面对面，臀腿的。面对面，臀腿的激活。拍掌蹲，反方向。拍掌蹲，反方向啊！五。哎。五。五六七八，蹲，蹲。趴，蹲，蹲，对对。哎，深蹲，深蹲，深蹲。三，哎，好累啊。擦，擦。好，有没有微喘热起来？有。现在热完身以后啊，我要考核一下，看一下大家的一个五大身体元素的一个状态。第一个测验是平衡，大家现在站到面向正前方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听我的口令。
你们哪边的重心好，就把你哪边的脚趾头在鞋里张开，脚趾头在鞋里张开，用力的抓住你的鞋，抠住它，然后把你另一侧脚慢慢抬起来，提膝到90度。手可以张开吗？双手叉腰张开，在哪儿都行，只要控制在那儿就好。好，如果你们能45秒以上，说明你有一个基础的平衡。教练，这个脚趾打开是这样的吗？对，这样。是要翘起来还是要伸开？就是伸开抓地，就像一个手掌去抓地，是吧？对，嗯。好多人的脚趾头长得它不会开，就说明足底力量很弱。足底力量很弱会影响什么啊？直接影响到你的腿部力量，影响到你的臀部力量，影响到一切。所以必须要先从足底开始练。好了，来吧，我们一起调整一下呼吸啊！现在沉静下来，吸气向上，呼气向下，想象着你面朝大海。好，再来，吸气向上，呼气向下，基本上两次呼吸就调整好了。我们开始调整重心到一个脚上，脚趾头抓稳地面，然后双手叉腰或侧平举，抬起你的另一侧腿。我们开始30秒控制。我现在要增强难度了，因为我发现有很稳的人了。试着用你的一只同侧的手抓住你的脚腕，你抬哪个脚就用那只手抓住你的脚腕，两个手都抓都行，反正稳住平衡。对，然后把你的腿向前伸。不是抓住脚腕怎么伸啊？哦，是这样。对，我看到有柔韧性很好，但平衡感很弱。哎，有一个特别棒的啊，特别棒，彩虹特别棒。好，第一轮的测验，彩虹小姐姐目前是看上去最稳的。这样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测验。下一个测验是一个柔韧性，那柔韧性的测验我希望大家能够各显神通，因为我听说你们很多人都跳舞啊，练武术啊，拿出你们认为你柔韧性最强的那个姿势展现一下。我们可以竖叉啊，竖叉。好，来竖叉。前后了。嗯，前后了，你来吧。那好吧，还是你来吧。但我横叉不行啊，竖叉其实已经就是你具备了这个基础的，作为一会儿我们要做很多踢的动作的一个柔韧性了。来，女生站起来，找一个搭档抓住他们腿。个弟弟太高了，就是你把腿架在这里，看他的柔韧程度是你这么蹲着举，还是你能够站直了放在肩上。好吧，站着练。可以，应该很能。这么厉害，真假了？我在网上了。那你就做推肩。挺直。来。OK， 它这就是一个肩部的训练。高。哇，只能这样了。对，这就是一个跪姿肩部的训练。OK。我大概对男生女生的一个状态有个了解。现在我们进行第三项测试哈，敏捷性的测试，步伐的敏捷，因为拳击当中有很多步伐的敏捷性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一下。然后最近很火的有一个烫脚舞，大家知道吧，就感觉地面很烫，你要把腿快速的抬起来，你一秒都没有办法落地。然后我放一下音乐啊，听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哈，双脚打开，我们有很多脚掌脚跟的动作，左脚抬起来你的脚掌，右脚抬起来你的脚跟儿。哦，对，耶！你看，我就说一教你们都会嘛，跟着节奏跳起来。Yes， 第二个，外里里，再听一遍啊，外里里也无师自通。然后你们随便的这样的动起来哈，小心点，不要崴到脚腕。很多敏捷性的训练的步伐。啊，腿软，腿软。敏捷性的测试，刚才那个动作所有人做一遍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我看一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。
谁能把草皮给磨掉？好 ，stop， 直停最快。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格斗健身操的学习当中。现在我们来学一下腿法哈。好，吸弹。哦。吸弹落地。吸弹。吸弹落地。吸弹落地。吸。对，因为好多女生这个腿是飘的，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个小工具哈。等会不会要绑沙袋吧？是加负重。哦，弹力带。弹力带。弹力带。Okay。弹力带，这也是加负重，但这个很累耶。对，所以先给你们来一个最轻磅数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我都没见都没见过。弹力带是一个居家训练小工具，万能型的。哥，这位佳丽。Oh baby。哎，芭莎大片。Cool。这是白娘子吗？这不是。姐姐，妹妹，下雨，咻，下雨。好，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抗阻训练怎么练。比如说刚才玉彤她出拳就很飘，那其实弹力带对她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阻力训练，你放到后面之后就会被固定在这里了。增加了这个阻力，你的出拳就不会那么飘了。啊，然后这是拳的练习。好，现在我们重点来讲腿的练习啊，把它两个对折踩在你的脚下。好，这个时候体现到平衡了，放在脚背上面，然后做这个。哇哦，踩腰肌。我要看你们腿部的力量，嗯，站不稳就扶住旁边的人，大家鼓励是互相帮助啊，对，靠近自己的身体。好，来，我数三二一，我们来做十次啊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还不错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两个八拍就这么晃，要看到的是七场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来挨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起势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，在往前的时候做第一个直拳收回来，第一下要爆发力 ，OK， 然后后手拳收回来，后手拳，然后摆拳收回来，摆拳收回来，最后一个 up 收回来 ，up 收回来。左手先抬起来，做一个格挡。格挡。反方向，格挡。格挡。对，然后握拳，上格挡。上格挡。收回来，反方向，上格挡。收回来，反格挡。这里有一个爆发力了，两次直拳，一个摆拳，步步咔，这一下要有力量往前冲。走走。对，好。我们放一遍音乐啊。眼神杀，准备开始支撑，爆发力，一点狠劲儿，摆拳，交叉三锤，剑蹲蹲上，按剑剑格挡，还有两次，不要老子爷。学得好快呢，学得好快呢，弟弟。现在分组练习，分两组各自练吧。OK， 我们从头开始啊，我们就用最少的力气来计步就好了，是这样的吧？对、yes。OK。OK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二，一二三四，后二三四，白二三四，勾六七八。第一就是搏击操，它跟真正的搏击不是很一样。
但是我很开心，就用搏击做一个主题，可以出这么一个好玩然后又容易学，就是我都能学，我这个舞痴都能学得明白的一个舞蹈。所以说这个综合格斗健身操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，就无时无刻让你全身动起来。我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，然后这个运动的话我觉得对全身的肌肉都是非常好的，以及对你燃脂的效果。对，这个运动就是人人都可以上手，而且效果特别好。对，挺累的但特别开心。一二三四五六高低哒，我们这个换一个行吗？你们这个行吗？比心吧，什么哒？比心高低哒，等么哒？可以这样大一点吧，咱们怎么哒？是吗？你太大了吗？咱比个心，王子怡比个大海鸥。上微博搜索节目 AI 好身材话题页，参与更多精彩互动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 AI 好身材芒果 TV， 查收节目超多名场面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特别鸣谢微博健康、微博运动、微博科普，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财新社，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，新闻客户端合作凤凰新闻、一点资讯、 Zucker， 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特别合作好看视频百度、亲宝宝智联招聘、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、探探智行、讯飞输入法、朋友圈。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北京网、国际在线、千龙网、中国娱乐网、三六零娱乐、猫扑娱乐、红网、华声在线、新浪湖南、腾讯大象网、大众网、亚洲娱乐网。